こんにちは。ビーグッドジャパンの伊藤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これから私たちのビーグッドジャパンと私たちのグループのフラットシェア、この2つの会社のサービスを説明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ずは会社概要から。どうぞ。私の会社では2つの事業をやっています。1つはシェアハウスの事業。もう1つは各家電付きワンルームの事業をやっています。我们的公司主要有两个业务哦，一个是 share house 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套房的部分。で、私がこの会社を作った理由なんですけれども、私はアメリカに留学をしていました。その時にシェアハウスに住んでたんですけど、すごくいい経験になったんですよ。为什么会开设这家公司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有到美国留学的经验，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所以开设这家公司。なので皆さんの留学もぜひ日本でとてもいい経験にな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なすごくいい住宅を日本で作って待ってますんで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よ。因为呢，我们这个是学 house 的公司，我们也希望可以带给学生到东京留学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住宿经验以及非常好的留学经验。那我们在东京等着你们哦。で次はですね、フラットシェア僕たちのグループ会社の説明です。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 FlatShare 这家公司。FlatShare は BeGood Japan とみんながいる JPTIP と半分ずつで作った合弁会社です。これは留学生向けの住宅をしっかり作っているので、皆さんに住みやすい家を提供してますよ。FlatShare 呢是我们跟这个台北的 JPTIP 共同经营的公司。那基本上 FlatShare 基本上会专门是为了这个留学生的设计的 share house 的部分。はい、それでは皆さん、これで説明どうでしたか？これから弊社のスタッフのメンディがいろいろ詳しいお話をしてくれると思うんで、皆さんちゃんと聞いてくださいね。じゃん。Hello， 大家好，我是 BGJ 的 Mandy， 我今天要来介绍是我们 BGJ 的服务哦。总共有四点，大家请看，第一点是我们的 Pick Up 的服务哦。那请看影片。那我们的员工呢，基本上会跟学生约在最近的离学校最近的车站来接你哦。你看，因为学生有时候可能会就是会找不到路啊，那我们就会在这个出票口那边等你，然后一起带你走到物件哦。Hello， 大家觉得影片怎么样？是不是很棒呢？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的第二点，我们会带您到这个区域所办理在留卡登记住址的国民保险的手续哦。那我们再来看影片。日本的区域所呢，有点像就是台湾的区公所一样哦。基本上呢，手续花费的时间都非常长。那我们这边呢，会带您直接到这个区域所来办理这个在留卡登记住址以及国民保险申办的手续。如果您自行前往的话呢，可能手续会花费非常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协助您的话，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而且可以非常顺利的完成哦。是不是很棒呢？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第三点的服务哦。我会带大家到日本的邮局银行 UJU 银行开户，那我们也是拍摄的影片给大家看哦，请看。日本开户的部分，我们会带您到邮局的 UJU 银行来做开户哦。那基本上呢，日本的 UJU 银行呢，它开户的条件比较没有那么严苛。那基本上您到日本之后呢，可能家长会想要帮您做汇款，基本上开完户之后就可以马上直接使用喽。Hello， 是不是找不到我？好，我们接下来呢有第四个服务室。我们其实这边呢有提供学生咨询信卡以及手机的咨询服务哦。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的话，都可以欢迎联络我们，我们有配合的这个信卡以及手机的公司。我们配合的信卡手机的公司呢，基本上有各种方案可以做选择。那只要简单的扫这个 QR code 的部分，你都可以自行上网做申请。那中英日的辅助都有哦，你只要轻轻的扫 QR code 申请就可以完成。那以上四点呢，是我们 BGJ 的主要服务哦。那基本上我们公司的服务呢，是主旨是为了可以辅助大家，可以更快更适应在东京的生活。那我们还有一个追加的特别东西哦，就是我们每个月呢，基本上会有一个小型的 party， 是 BGJ Home Bar， 是在办公室里面举行的。那三个月会有一次大型的阿里嘎多 party， 我们会邀请所有 share house 的学生以及套房的学生一起来参加。那基本上呢，刚到东京的学生可以经由这个大家的聚会来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了解一些更多日本的常识。
来参加 party 的人有瑞典人、台湾人，那当然还有日本人也会来参加哦。大家觉得照片 party 照片如何呢？是不是很开心、很愉快？那其实我们昨天也才刚举办过 party 而已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BGJ 提供的套房的服务。那套房的服务呢，有几点说明哦。那你可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放的照片。好，那请看。套房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呢，入居金的部分，我们的 JPT 的客人的话，基本上入居金就是30000块钱，清洁费也是30000块钱。那每个月的保险费呢是500块钱日币的部分。那基本上初期费用只有我刚刚列出的这几项费用而已。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套房一名入居时呢的房间里面的状态，我们基本上会帮学生备有呢基本的家具跟家电哦，比如说床垫、桌子、椅子，然后家电的部分呢有冰箱、微波炉，好、哦，还有洗衣机的部分。那两名入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介绍，三名也可以做介绍哦，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基本上我们还会提供 WiFi 给大家，在大家入住的第一天也会开通好水电瓦斯的部分。基本上抵达日本的第一天，你就可以开始正常生活了。Hello， 刚刚套房的介绍如何呢？如果您对这个套房的金额或者入住的一些细节有什么问题的话，待会都还可以直接询问 JPT 的员工哦。那我们这边接下来要介绍是我们这个 share house 的部分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哦，我们接下来还有图片给大家，请看哦。那我们 share house 的图片的部分呢，大家看到第一张呢，是我们公司有特别跟这个 IKEA 有配合哦。基本上我们有两个物件呢，是跟 IKEA 配合所做的这个 share house， 是由他们来设计。那是我们的夏景草的物件跟这个头背瀑布的物件，这两个物件呢，全部都是 IKEA 帮我们做设计的。那我们公司在这 IKEA 的官网上面呢，也都有做介绍哦。那接下来呢？第二张的图片的话呢，是要给大家看到这个 share house 的这个物件，我们的特色到底在哪里哦？基本上呢，我们有分大型跟小型的 share house， 大型的物件大概会是二十几间客房左右，那小型的话可能就是6到10间不等这样子。那我们家的特色是什么？第一个你可以看到我们有防盗的摄影机在主要门口的部分。那入口处呢，大家都是用密码。所以其实主要入口处大家是没有这个不用带钥匙的，但是你有你自己房间钥匙，入口处基本上都是用密码。那公共区块有帮大家备有垃圾桶，住在我们家的 share house 呢，基本上每个人都要轮流倒垃圾，但是公共区块的话，每一周是由我们派专人来打扫哦。大型的 share house 的话，一周会清扫2次，那小型的部分呢，一周会清扫1次。那接下来还有鞋盒的部分，每一个房间每一个 share house 我们都会帮客人准备这个鞋盒，鞋盒基本上一位大概可以放6到8双鞋，然后还有收纳柜的部分，平均一个人呢可以大概有2到3个收纳柜，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中鞋盒旁边的两个照片的部分。接下来还有洗衣机，我们 share house 洗衣机基本上全部都是不用投币的。好，那你只要按照就是使用的时间，比如说太晚，可能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7点钟不能使用，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弹性的。那 share house 都是这个淋浴间的部分，然后还有免治马桶，基本上都是我们基本备有的。那 share house 呢，我们提供的部分除了每个星期固定的打扫之外呢，我们还提供厕所的卫生纸，还有垃圾袋，还有呢洗碗的海绵跟洗碗巾，基本上都是我们来做提供的部分哦。那我们真的有蛮多物件可以符合学生的需求的。那房间里面一些简单的介绍，你也可以看到在最后一张图片有一些简单的介绍、哦、房间里面必有的配件是什么。你可以看到房间会有房间自己的钥匙，冰箱一定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房间里面会有开放式的衣架。好，那你看到左边图上面这是什么？这是窗户旁边的挂钩。基本上因为有些学校是没有阳台的，所以你必须把自己的洗好的衣服晾在房间内，所以我们会备有挂钩。那你可以自行买那个钓鱼绳或杆子来安装，之后就可以在房间里面做晒衣的动作。那还有插座的部分是每个房间一定都会有哦。那还有网路线跟电视线孔的部分，房间里面是没有电视，不过我们都有准备电视线孔给大家。那网路线的话，请记得大家记得要携带有线的网路过来。
基本上这就是房间简单的设备，但是网络的设备会依照某一些 share house 的不同而不一样。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资料的话呢，基本上待会都可以到这个 JPTV 来做咨询的部分哦。好，那我们刚刚介绍完这个套房跟 share house 的一些简单的介绍之后呢，我们想要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哦。那基本上呢， share house 呢，基本上我们 JPTP 有短期跟长期的方案哦。那基本上入住 share house 在入住在东京的生活上其实是比较弹性的。比如说如果你是 working holiday 的学生，你想说东京也想体验的话，其他县市也想体验的话， share house 会是你最好的选择。那套房的部分呢，基本上是针对半年以上到一年哦，比如说是留学签证的学生可能会比较适合哦。皆さん、メニューの説明はいかがでしたか？皆さんが日本にいらした時に全力でサポー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最後に営業部からご挨拶があります。どうぞ。こんにちは、福井です。東京で行けるの楽しみにしてます。我是 Mandy， 说中文也可以通哦。Hi， I'm Michael. We support your stay。愛蔵です。私たち営業部が皆さんのことをサポートします。東京で待ってます。